最近呢，发现人变少，想解决这个问题。哦，听到这边非典，这边也是又有个非典，这边一个非典，这边有个非典，在非典的中间放了一个，放了一个东西，在中间，在非典的中间放了一个东西，也就是在我的前方放了一个东西，啊，这个非典就要发出一个信息来，然后。这个飞碟接收信息，这个飞碟发出信息来，这个飞碟发出接收信息，但发出的信息和接收的信息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发出的信息和接收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发出的信息只是一个载体，有各种类似于各式各样的软件，有各式各样的软件。而接收的信息当中啊，包含了科学中的思想，就把我的思想，被他带走了，把他。放到他们的模板上面来把它带走了，然后呢，通过这个信息啊，来判断地球人的想法，来判断地球人的想法。哎，他们以为啊，知道我的想法以后就知道地球人的想法。现在我要同你们要沟通一下啊，同你们沟通一下啊，我的想法并不代表地球人的想法。哎，我的想法并不代表地球人的想法。我在这个地球上几乎成了怪物了啊！我这几乎成了怪物了。真正的能够一直跟着我的思想走的，真正的能够一路研究下来，或者非常懂了，100个人都不知道，不到100个人，真正就是跟得很紧的，就是说能够我说什么，人家同意什么的。那就根本没几个人了啊！所以啊，你检测我啊，并不能代表地球的思想。但是你可检测我的时候呢，检测我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我的想法，你会知道我的想法，并不代表地球人的想法啊！这样他把那个信息啊，收了一下以后，啪，发射一个像那个电，像那个电筒做出的光线。啪！一束光的外围啊，一束光的外围就是一个圈，就是各式各样的信息啊，啪，都把你光打过来。哎，这想法我就不知道了。也就是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他多少几个人的思想，这就对了，多少几个人的思想。但是呢，你也可以继续研究我的思想，我的想法。包含了我收集来的一些信息，包括还有其他地方的那个一些信息，你可以从这里边我的信息同别人的信息来个对比，那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差距有多大了，差距有大多大了。哎，这么一来一看，他知道这个以后，哎，他这边又多了一个，这边也多了一个非典，哎，也来了一个，也发出一个信息来，然后这边接收，哎，这边接收啊，他们现在意识到我并不代表地球上的人，并不能代表地球上的人，也就是说，能够从我这里获得一些思想，但是要判断一下这个思想是我特有的，还是地球人共有的，对，这个很重要。你拿到我的思想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特有的思想，还是地球人共同的思想。哎，这些是共同的思想。哎，他们明白以后，啪啪啪啪啪啪，又做了一些调整啊！哎，刚才发出来一圈光，就外面哒一个一个信息啊。现在啊，他中间发出个信息来，外面还有很多，就把我放在正中央，把我同外围的来对比，哦，为什么他们现在哎这样的呢？现在这样的了哦，因为前两天啊，我告诉他们，那个本来呢，地球要跨越那个火星的，我告诉他们呢，不用跨越火星，就用那个像拉风箱一样的，用那个飞碟啊，在高空上运动，哎，旋转空气，那么就可以把那个地表的温度降下来。他们一看。他们整个宇宙里边，谁也没想到，竟然被我想到了。他以为啊，
这个地球上高度文明的。哎，没错，我已经买的是14号。然后呢，那个今天是20号，今天是4月20号，是，我已经买完了没多久，以后就发现那个有点变血，但最初的时候是用纸擦的时候一点点，就是稍微的红。然后呢，那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就每天感觉到就一点点多出来啊。所以，我知道哪里有信息来了，所以我今天紧急排。原来外星人知道我给他提了一个信息，就是宜兴的方案，就太阳的二次工程和宜兴工程，我给他们，特别是宜兴工程做了一些调整，提了个建议，他们觉得很可行，是吧？他误以为地球人都有这样的智慧，所以他们觉得奇怪了。来更加多的那个飞碟来收集我的一个信息啊！今天我告诉他们，我并不是代表所有的地球人的想法，但是从我这里边可以得到一些地球人的想法，我是知道哦，这代表是地球人的想法，这代表是我的想法，哎，所以呢，他们就加大了研究力度，同时呢，把我放在那个正中央，单独一个作为一个样本，然后呢，把我的样本同其他地球人做对比。哎，做地下地球那边，所以呢，接下来一段时间呢，地球上的人呢，就自己感觉异样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也就是那个外星人呢，抓到了这个人，用他来测试他的信息，来代表地球上的那些信息，也许那种人呢，突然对我这边的研究感兴趣了，然后呢，他也感觉有点异样，也许同那个这件事情有关啊。说完以后，他们，我现在就看到一个，我还在是那个正中央那个光圈，他先打过来一束光，打了以后就外围一个点呢，都代表不同的人呐，研究不同的人呐。我在正中央，原来是静态的，现在他就像那个转过一个，哎，转过一个的时候，表示在研究那个地球人，更大样本的在研究地球人。但我这边的信息，他这边还是最重要的。包就是这样的话，研究的时候不只是研究过一个人了，不只是我研究一个人了。对，这样的对地球人的想法，就知道的更多。所以呢，你要研究谁呢？研究包括已经死去的那些人呢？你可以研究一下那个。研究一下个希特勒，你也可以研究一下那个，斯大林，也可以研究一下毛泽东，也甚至可以研究一下华国锋啊，像这些人，哎，包括邓小平之类的啊，你也可以想想他们骨子里是怎么想的，哎，他们骨子里是怎么想的。然后当然了，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美国的一些农民呐，还有奥地利的一些农民呐，啊。包括那个愿意爬那个喜马拉雅山的那些人呐、啊，哎，样样各式各样都可以。包括有的人喜欢在冬天里边，到海上去游泳的人呐、啊，反正各式各样的怪人、正常人、怪人都可以研究一个。然后呢，突然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刚才不是那个一束光打出来以后啊，中间是我，然后那个外围又一个点代表的人。现在我看到那个吧。打出来的里边呢，中间也有的，那外那里边呀，样本越来看着不是研究几个人能够搞革命的，要研究更多的样本，对，研究更多的样本。哎，后来我告诉一个信息啊，你甚至可以把全地球的人都可以纳入进去，全信息宇宙的人，全地球的人纳入进去以后，但不是说研究他的一辈子，你可以研究他的几个小时，哎，给他研究一个片段。反正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有，就不要只盯上我一个人。对，啊，终于他们明白了，枯萎中的并不代表地球人的共同的想法，他有自己特有的想法。哦，然后慢慢，他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哈，明白了这个道理，哈，他们得出一个结论的，他们这么多年来的研究啊，对地球人的研究啊，确实进入了误区。很多地方他们根本没有了解地球人怎么一个想法，所以啊，原来对地球人的那个品行啊、智慧啊，高估了，所以啊，唉，
所以啊，他们要对地球在这个宇宙里边的作用和地球人对宇宙的影响要重新进行评估，免得误导了，所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要给地球啊要做更大的防范的工作，就是怕出意外，对。讲的没错，当务之急把那些氢弹啊，还其他原子弹，把这个拿走啊，把这个收走啊，这个是很危险的啊，有亡命之徒啊，他会用那个氢弹的，或者用其他原子弹来啊，干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而且有可能把你们辛辛苦苦把太阳那个油料出来的磁场啊，由于这边那个氢弹一炸以后啊，就把那个太阳共振啊又搞坏了啊，当务之急把氢弹给收拾掉了啊，还有是又用于损人不利己的那些核物质啊，尽早先收走啊，先把那些处理掉啊。现在危害大的，把那些处理掉。好，谢谢你们啊，他们啊已经接受到，闪了三下，表示已经接受到这个心情了。好，再见，今天就看到这里，再见。